那肯定会过来的。我来看看你，请你喊一九六，我打个电话就行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你陪我去俺亲家一趟，去送亲家，请他来喝喜酒。我自己去趟不就行了吗？那不一样哦，我也去串串门。好吧，那我给你外去吧呢。枪支给你使坏了，这枪支在等啊。不要靠手去哦，上来带些被子来哦。这些事儿交给我，小子你嘛，是不是啊？千万不要靠手去哈。好好，我知道。爸，我也在这呗。你中午就放学俩小时，哪能来得及哈？明明三小时。在家里面哈，别想着逃学，别想着请假。明明就三小时，你就带我去会呗。过几天老爷就过来喝喜酒啦。啊，礼拜六还等了很久呢。我还准备点青年过来写写。你仪式感还挺强的嘛，你写吧。你看你还写的怪人的。11月10号举行我们是敲钱之喜。俺老丈人这档写完了，他装起来给俺老丈人送过去，还挺好看哈。是的，很喜庆。是，多写几张。妈，你跟我们一起去呗。哎，我在家收拾收拾，被子晒晒，床单洗洗，你们去吧。那我给你一块弄，新棉花被盖起来可舒服了。那柜子里放了大半年了，味道还挺大的。这衣服被子放久了，上面都有看不见的细菌，不仅有霉臭味，而且盖起来还痒痒的。因为前段时间买的这个立白卫士除菌洗衣液，它里面有植物除菌成分，西双版纳茶树精油，除菌率有4.9%呢。而且还特别添加了除菌专利技术，不仅除菌，更能抑菌。衣柜衣服放久了也不会有霉味。冬天太阳少，用这个正合适。像弄到爷爷平时的贴身衣物、浴血的汗渍、床单被罩都可以用它来洗，细菌螨虫、汗味、汗渍都能洗干净。好香啊！整个阳台都有一股茶香味。这味道闻着特别放松。嗯，是的。全部弄好了，走了吧？走。我新买的立白卫士除菌洗衣液到了，刚好那两天回娘家。对，给俺老丈人用。啊，赶紧会过来的。我来看看你，请你喊一九六，我打个电话就行了。哎，我必须得跑来的。看看，来，来看看吧。哎呦，都装好了吧？我再送几张被给你。哎呀，感谢。哎，行，俺自己土产啊。带着点水果过来，咱给狗儿喂喂吃了嘛。行，狗儿再不很累喽。好吧，这张是你的，一定要去哈。去，到时候把这个骨头带，但是我们不收礼。好，就过去玩玩。好的，好的，热闹热闹。喂，大哥，我一听外面嘛俩动静的，哎呀，这个是你，有我的，有你有你有你。你送哪去？过去玩，你们在这了吗？要不然就送你家去了。那送哪去？俺弄点饭给你吃。走，你姐夫在哪个？俺说哎来了。行啊，一定把孩子带去。热闹热闹，嗯，熊还没放假，熊还上学了，你去，星期天，我等大姐去，我说，行，好，过去玩哈，那必须的，有这种人要去，老师家一定是俺家人人能到家哈，行，好长时间搁俺没去，行，我把俺们亲戚带过去，行，都带来，啊，都带过去，我雇个大巴车，行，给工人分分，放下来谁要车谁个车。这放个茶水间了是吧？